你怎么能一点都不知道这事儿？你妈就没想让我知道，我的计划永远赶不上她的变化。We got you home from the treatment room. Enjoy your rest life rather than getting pain in a hospital. 你不想我死咩？开枪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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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Jerry 是他们的孙子，他们应该知道。我该进去了。就是在等我。嗯，要一起来吗？好。那去哪里 ？Over at Alice's。你不能穿成这样去。Why？ 你换件衣服啊。Why do I have to go change？你要我打给你妈妈吗 ？Like you're gonna call my mom in China？ 你今天不准出去。This is so stupid。巴黎，巴黎画染。我连他说的是什么我都不知道。你想我还能给他做吗？说起这些潮流啊，我完全赶不上。你看，你很快就赶上了。我想让小姨跟你说两句。等一等啊！喂，奶奶，提前祝你生日快乐，一定要好好注意身体健康。谢谢小姨了，你爸那么忙，还大老远的折腾过去，也挺不容易。你得好好学习，知道吧？好的，奶奶，知道了。乖啊。乖吗？今年不赶着给小姨转学吗？所以就没法回去给你庆生了，等到时候回去了，我再给你买一点好的补品，给你补过一个。不用了，姐，你给咱家添了个孙子，妈不听多高兴啊！礼物就不用了，给程程，给程程买啊。妈，我在吃饭呢啊。和我说，你他妈在这里跟谁发脾气？你好好想想，搞出事情了，大家都难看。先回去，这事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先回去。
Thank you.